香。Which one do you want? 我也第一个。你也第一个？这么随我主意。随你。好啦，在极限竞速里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演的不好。录这个节目每一期我觉得都很有趣吧，就是在户外挑战的时候，然后想一想最有趣的，其实刚刚我们那个金导，我们韩金那个总导演有说过，可能我比较期待，因为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其他里面那个展示的怎么说性格也好，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可能最有趣的是那次就是我跟导演对着干，真的，我做其他节目从来没有跟别人的导演或者是 PD 对着干过。对，哇，在这个节目里面有。那看来这个节目真的是够真的，因为才会这么做。OK， 来，我们继续回到网络。